你尝一尝吗？我不要。你为什么不要？我没吃过。你不敢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钟。哎，你好，我是刘颖老师。刘颖，可以叫我吃第二个老师。我吃第二个老师。吃第二个。刘老师教中文教多久了？我是从2019年开始。哇，教了4年了，在哪里留学啊？河北师范大学，芝加哥。河北师范。对对对，读硕士。你们这里有啥好吃的呀？马上到。马上到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对，这个是茄子，洗完后就吃了。茄子可以生吃啊？对啊，你尝一尝嘛。100年。天哪！Are you there? Hey. Apple. 真的可以吃吗？这个是茄子。上去了吗？对啊。尝一尝这个茄子，生吃茄子，我是真的第一次。什么味道？你尝一尝就知道了。苦的，但是吃了以后就甜了。这个可以煮菜吗？做饭还是水果？随便，这里水果就是水果。茄子是水果，但是好苦啊！没有那么苦，你吃完了以后喝水会看甜。吃完了之后先苦后甜。所以有很多商店，那 shop store 啊 ，shop ten nine， 它都是卖什么吃的呢？都是卖吃的。哇，里面好多人啊！对对，我感觉这个餐厅更厉害。I want a new friend for you。所以我点一份阿方 soup。阿方 soup， 哎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 turkey， 火鸡。后面那个呢 ？You。OK， 羊肉。羊肉。然后鱼。鱼，然后这个也是鱼。那个是啥？馍馍。我们这个也是从那个牛肉牛皮，对牛皮啊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 beans， 来 beans 啊，然后它这有好几种米饭啊，对这个是 jollof rice， 对 jollof rice， this is fried rice， fried rice， 这个炒饭，这 jollof rice， 这个是白米饭，对还有鸡蛋面，阿方 soup， 阿方 soup 在后面，但是我们看不到。OK， 你先洗手，然后开这个。Okay. 然后把它放在里面，然后种。好。这个是面、饭、鸡蛋、羊肉、牛肉，那你一份可以吃好多种。你这一份是多少钱？不太贵。这个多？这个超贵，应该是2000来。刘老师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 salmon。salmon。有的人是这样吃，因为不想用手弄，对弄脏了，可以用对，然后这样，然后这个。对，然后吃这个叫阿方 soup， 阿方 soup 是卡拉巴族的一道美食啊，有点苦苦的，又苦了。哎，我的天，这个里面是啥？是丁螺哈，能吃吗？我这个我吃不了。你吃不了？我吃，你都不吃啊？你尝一尝嘛。我不要。你为什么不要？我没吃过。你不敢吃？不是不敢，也不是吃不惯。Later。还好吃吧？可以吧？嗯，这么好吃吗？ Damn！ 可以吧？你都没吃过？我没吃过呢。你不是非洲人？我不知道这么好吃。还可以哈。对，那样。嗯，对。之前刘老师都没有吃过，真的没吃过。我一个中国人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吃这个。这个牛皮，嗯，好大呀！我拿手。可以。这个还挺 Q 弹的，这个皮他们就是拿那个火直接烧了之后把那个毛刮掉是吧？注意一下，不痒，对，不痒，我就那样吃。你要蘸这个哈？对。但是我觉得味道还可以。还有不能痒，不能痒。对，就是吞。啊，吞啊。对。他说不能嚼，直接吞。然后你蘸下这个酱，然后吞一下。直接吞下去。对。其实这个鱼就是他们那个熏过的鱼，这个鱼是不是马口口的？嗯，马口口的。就是那个我们去过的那个贫民窟那里吗？去过吗？去过。啊？你怎么没去？我去过。我天哪！我是哪没去过？你都不敢去啊？啊？为什么？太脏了哈。不是，我是干嘛？这个火鸡翅要2000。2000，对。好贵啊。嗯，可以，好吃。它这个味道有点像国内的那个绝味鸭脖。你说的很多美女啊。看到了看到了。我帮你，如果要的话，我帮你拿电话。我不要。真的不要。咱们来看一下多少钱啊。
5000。咱们一共花了5300。5300，对对对，5300。大概50多块钱，我们三个人。这里是个卖水果的，阿拉姆很讲究的戴上了手套。这是什么？那个椰子。这个是酸奶 ，yogurt。嗯嗯嗯。想做巴菲。叫巴菲是吧？对，巴菲。大家先放到杯子里面，会把苹果切成小粒儿，然后放进去。这个是什么？棒子，圆的。哦，麦片。嗯、这个是啥？棒子啊。Reason， 葡萄干。嗯、你不知道了吧？我天了！你不知道了吧？终于有你不知道的中文了。吃这个buffet以后就困，为什么睡觉？我不知道。你吃完就困啊？感觉分量还挺大的，一杯是多少钱？1200。1200。其实我一般对水果过敏。你对水果过敏？真的？那其实我buffet能吃。如果不是在这个buffet里面，吃来后会吐。真的？你最好是 lunch Chinese。谢谢 teacher。OK。你刚才买 YouTube channel， 然后继续 online。阿拉姆好会打广告啊。Learn Chinese 哪一家？这个小姐姐。We have weekend classes。看着刘老师中文说的这么好，说自己也想学。We have the week classes， so depending on the one that you're okay with。这个刘老师无时无刻都在推广中文啊。Look for it. Yeah, yeah。就是还是有很多人想学嘛。对对，很多人，因为但是有的人因为工作。所以可能不方便什么的，所以我刚刚给那个美女说了，说她可以周末，要不然如果没时间出来的话，那跟着我的 YouTube channel learn Chinese 来着。好会打广告呀！哎，刘老师，你为什么叫刘颖啊？谁给你取的名字？我的中国老师。中国老师给你取的？因为他说我很聪明，所以那个颖。颖就是聪明的。哎，聪颖，对对对对。聪颖的。这个名字取得好，你的确很聪明，你这个语言天赋很强啊。谢谢，谢谢大哥。我比你小。我跟你说过了，这个大哥是，不是年龄的大哥啊？对，因为我在向你。学习学很多东西，所以我要当大哥。谢谢，明白了，谢谢，明白、啊、明白。很多人在旁边都很在羡慕我们，在跟你说中文的时候，很羡慕是吧？对，我这样子的时候，他们在那过来，我说怎么了？我说没事，就过来。然后过来之后，他说我特别喜欢你跟那个中国人说汉语，我说是吗？哦，谢谢你。然后说你在哪里学的？你是过住过中国吗？我说住过。我说哇天哪！然后后来说。我在兰格斯大学也是老师，是吗？刘老师，我们接下来吃什么？我们想去尝一尝苏牙。苏牙？对。苏牙蕾丝的苏牙。啊 ？No， 你肯定听不懂。这个就是苏牙。Okay. Yes. Ready? It's ready. Yes. It's ready. Can we heat again? Make it. Make it warm. Yeah. One. Yeah. How much one? One is 200. 200。这个学校里面的苏牙应该是很好吃的。对。哇，这好多辣椒呀！这个辣椒不是太辣的那种。我感觉上次吃的 University of 苏牙跟这个不一样。你吃过了吗？吃过，但是不一样，没有这么多辣椒。哦，那尝一尝吗？感觉一下辣不辣？不太辣是吧？对，辣是好吃。好吃。嗯。它这个感觉很像牛肉干。对对对，是牛肉。这个外面真的是撒了一层的辣椒面，但是就像刘老师说的，它这个不辣。来点那个苏大水，一定要吃这个。来这里尝一尝这个苏牙，很好吃。刘老师，你在中国最喜欢吃的是什么？火锅。火锅。冬天的时候。果然。特别喜欢火锅。我感觉非洲人都喜欢火锅。还有麻辣烫。麻辣烫。西红柿炒鸡蛋。西红柿炒鸡蛋。对对对，我自己可以做。非洲的西红柿炒鸡蛋跟中国的炒鸡蛋差不多的。嗯对，所以我在中国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差不多嘛，所以别有用心 啊我没有用心，我只是觉得美女好看，我给观众看。别有用心啊，我跟你说，我会去把你找号码，拿他们电话号码。没有，我是想把好看的都发在视频上，让大家都可以看得到。啊，我明白了。你说这个是什么？大礼堂。这个是大礼堂是吧？你看整个校长的办公室这么高，高对，所以在非洲当校长地位还是很高的。你也加油当校长啊！谢谢。哎，刘老师，我有个问题，在非洲的话，学什么专业最好，或者说大家都想学什么专业？是那样，可能有很多人，比如
很多妈妈想他们的孩子当医生。当医生？对，有的人也是律师。对，律师，因为觉得哎，如果我的女儿当了律师，你不能随便跟我说话，哦、这样的就很有地位。对，很有地位。还有呢？engineering 也很多人也，但是很多人是属于啊那个律师。律师，对，律师，律师，律师，跟我来，律师。律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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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律律。当然，刚才刘老师说了这么多的专业，其实也有很多人学中文。对，因为中文也算是非洲的一个比较新兴的热门的专业啊。行吧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好，拜拜。